这届的主角，准备给咱的新北市更加新、更加好的新市长，2.0版的苏贞昌好市长，来给他拍拍的高人杯。新北市是咱台湾人口上多的所在，也是今年2018年的选举上关键的选区。所以做党主席，我要在这给咱全党所有的同志，我要下达命令，我们一定要用尽全力赢回新北市的票。在新北市，我们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苏贞昌的成绩。他不是只有过去有成绩，对新北的未来，他也有完整的规划和愿景。不只是做出成绩，那么也是来比较一下，赶快做过年朱立伦的团队跟咱苏贞昌的团队比起来，想做较好，一比就知影，一定是苏贞昌对不对？所以市民头家，政治无遐复杂，咱手中的一张票，咱投会做代志的人，大家都好好。我是苏贞昌。离开投票还有刚好113天，但今天队伍整队好出发，我们就要赢得11月24号市长、议员、里长的选举，好不好？要五个引擎，4个提件，3个关怀网。一乡镇一特色的2.0，塑造1000万人的舞台，成为一个能演出精彩、温暖的大家庭。5、4、3、2、1，新北要第一，好不好？